央美女迪丽热巴有着雪白肌肤、姣好身材以及深邃的五官，亮眼外形深受大众喜爱。近日她登上实境节目《花儿与少年》，与表妹苏比同框，引起不少网友关注。迪丽热巴在节目中和表妹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时透露，自己已经十年没有回家了，似乎是因为工作太忙碌。节目片段播出后，除了迪丽热巴长时间无法回家，引起粉丝们心疼，表妹苏比的样貌也掀起热议。只见苏比同样拥有混血长相，身穿粉紫色套装，头戴黑色贝雷帽，整体造型散发青春活力。虽然跟迪丽热巴相比少了点腥味，出镜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分钟，但她的美貌仍引起高度关注，也获得网友大赞，一家人颜值都很高啊。Bye.